今天是开幕夜，也为大家特别准备了精彩的烟火秀。我希望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倒数，好不好？好，就三秒钟的倒数，一起来迎接今天的开幕烟火秀。现场倒数，三、二、一，请启动。今天是2024年花莲夏恋嘉年华的第一夜，非常幸福，而且好开心，因为我每一次都是守在现场，不然就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着花莲夏恋嘉年华。没想到我今天可以来这边主持，真的很开心。是，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会非常感动。今天的烟火秀长达3分钟180秒，有非常多精彩的图案，不管是笑脸，还是有海洋生物的水母、蝴蝶，当然今天最精彩的有高达12寸的高空烟火，这是尺域工匠级等级的烟火，有 3D 的牡丹，还有飞龙秀。没错，我们真的是把尺寸以及规模都在更加的提升了，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5天啊，都还是可以持续到我们的花莲夏恋嘉年华一起共襄盛举咯。前两天呢，我们也是用乐团来迎接所有喜欢听团的乐迷朋友。今天登场的乐团非常的精彩，明天还有谁要来夏恋的舞台呢？有我们的固定客，耶、yeah, ！有好乐团，有康士坦的变化球，耶、yeah, ！还有我们的明先生。还有芒果酱，耶！台湾新少年，没错，我相信呢，连续6天6夜的夏恋嘉年华非常的精彩。我们收录了亚洲最经典的声音，现在流行乐团的新趋势尽在夏恋嘉年华。没错呢，我们的夏恋啊，就是要让世界来看见我们的花莲，不做则已，一做马上就看到我们花莲的观光实力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型的烟火，代表着我们带着满满的爱心，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来到花莲。花莲是属于大家的家，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更是诚挚的来到这个属于您的家。一张车票可以到让你心情放轻松的保利，一张车票可以让您看到今年暑假第一档的大型演唱会，一张车票可以让你享受最新鲜的空气，一张车票可以让你看到最完整的南岛文化。我们暑假非常的精彩，档档活动呢都欢迎大家踊跃的前来参与。哇，记得把今天的烟火也拍下来。我们的这个烟火也是可以拍起来的，然后如果是带家人朋友，我们在这个演唱会的最后还可以一起欣赏烟火，真的是一件非常浪漫又难忘的事。哇，精彩的烟火秀，180秒，3分钟，带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今天在夏恋嘉年华的第一夜可以满足你听觉跟视觉的双重享受。花莲处处凭感觉，到处都可以找到属于您的频率。今天是夏恋第一夜，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不要忘记了夏恋嘉年华，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